就是我梦中情走。你看那个皮皮，最近我看刘畊宏跳操，我都看瘦了。今天我要弄个虎皮肘子补一下，给他刮起刮起，洗干净哈。洗干净了，给他焯下水，冷水下锅，加葱姜、花椒，还有料酒去下腥。哎呦，好重哦！在皮上挨着挨着给它炸起眼，嘿嘿嘿，这个炸起好解压哦，你要不要来试一下？啊、不了，不了，就把它想象成刘儿媳。我是一个柔弱的女人。哇哦，可太柔弱了。只是一个能扛煤气罐的柔弱女人。对。趁热倒上老抽，给它上个色，涂抹均匀，做个马杀鸡。好了，可以了。等它在那儿风干，肘子差不多了，起锅倒油，油稍微多倒点哈，把那个肘子给它炸一下，六成油温下肘子。哇哦！两面都要给它炸到哈，炸到它焦黄，起那个虎皮皱皱就可以了，捞出来，把它放到冷水盆里头，给它泡上半个小时。你看那个漂亮的虎皮已经泡出来了哈，现在我们把料炒起，锅留底油，放葱姜蒜、干花椒、海椒各种香料，给它们炒香，炒出味儿，然后加上一勺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加水，水稍微多点哈，因为我们炖的时间比较长，刚刚腌肉的老抽倒进来，不要浪费了。再加上生抽、盐、胡椒粉、料酒，给它们搅散搅散，然后把肘子放进来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炖两个小时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时间到了，关火出锅。哇哦，哦哦，那个肘子一般，你看都已经落了，炖的，就是我梦中情肘。哦，哇，好重，来走，轻轻轻轻轻轻，免得皮子烂了。把碗头汤汁给渣渣打了哈，然后加上一点水淀粉。把那个汤汁给它熬得粘稠，把汤汁浇到高头。哇，我感觉我要吃五碗饭今天。来点可爱的小葱花，我要饭去了哦。哎，我先尝一筷子。哎呀，你看那个皮皮，蘸点那个汤汤。嗯，入口即化。再来一块，一定要裹点那个汁汁。哇，那坨吃的还蛮多，再来一坨瘦嘎嘎。来来来来来，瘦肉不好吃，要肥的才好吃。我来吃那些你不吃的肥肉。乱说，明明就是你爱吃的肥肉。啊，你吃来，我跟你换。嗯。那个白薯菜也好吃，主要是泡那个肉汤里头。那可不，肉汤呢。最主要是要干点那个汤汤，拌下饭。哇，那个饭饭味道好爽啊！看不看骨头？你来吧，来，手里给你。
那个骨头高头其实没得好多肉的，真的。哎，啊，我把饭吃了，丽丽姐辛苦。肘子花呀哈，方便焯水。金老师，你会不会一种从天而降的拍摄方法嘛？会啊。会吗？来吧，让你感受一下从天而降。金老师，你不要勉强，身高不够。哎，注意安全。把那个肘子给它焯下水，葱姜料酒。可以了，捞出来。重新起个水，把那个肘子先给它卤趴，加葱姜蒜、盐巴、糖、胡椒粉、香料、生抽、老抽，给它煮一个小时哈，要把它煮得稀溜趴。时间到，呜、哦，哎呦，好烫哦！把它的肉给它剔下来哈，来花卷，哎呀，这个肉剔的也太干净了吧，花卷和小叶都哭了。你喂猫了吗？我还准备熬个汤哎。起锅倒油，把嘎嘎倒进来，给它炸干炸香。哇，那个香味扑鼻呀！锅里有底油哈。加葱姜蒜、豆瓣酱、秘制海椒油、干花椒、海椒、嘎嘎，洋葱、盐巴、鸡精糖、海椒面、孜然粉。取锅料，哇！来一点可爱的芝麻，耶！今天那么自觉。我就看了一下，你确实没整饭，没打算吃饭呗。这个菜本来就是喝酒的菜，好不好？哇，金老师快点尝一下，我今天那个肘子真的是绝了。来尝一下呗。嗯，今天那个猪的肘子果然不错。嗯。哎，妈妈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对的感觉。啊？哪里不对啊？好好说话。是猪的肘子啊，没啥错啊。那个肥的好吃些，糯叽叽的。肥的出来长肥。吃。嗯，糯叽叽的。我吃瘦的，你吃肥的。嗯，瘦的让给你。嗯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今天那个干煸肘子。确实不错。你怎么了？你是金老师吗？你点了半。你怎么了？你
天说了那么大一顿吃，来表扬我那个菜。你是不是被什么服气了？你不是应该说个，还可以，将就嘛。嗯。一口肉，一口酒，来，满足。那种带皮子的肥肉才是精华。嗯，我去举去。哇！喝完了。再喝一个，再喝一个，再喝一个。今天这个菜下酒太好了。这没得知心朋友了吗？没得了。那个也可以嘛，将就。你还要喝一罐？再喝一罐。现在酒量可以哦。一般，就只有那么两瓶的量，好不好？嗯。下酒菜一点少啊！你吃寒菜吗？赶不上你的酒量。我都第二个，你还没喝完。马上就喝完了。养鱼。喝完了。我再给你拿一个。我吃饱了，先转这么关哈，我走了。哎，那我还要慢慢喝，我把那瓶酒慢慢喝完。把那些食材都给它稍微改一下刀哈。煎的那个干海椒壳子哈，到时候浇油的时候用。可以开始炒了哈，先来上一点油，油热了，把葱姜蒜倒进来，再来几颗干花椒，加上两勺豆瓣酱，再来上一块火锅底料，再来上一勺香辣酱，颜色更加的红亮。把它们全部炒化炒香之后，就可以加水了，调味，来上一点毛毛盐，加上一点生抽酱油，一勺胡椒粉，再来两颗甜蜜的冰糖提味，那个味道全部在汤里头了哈，就把那些渣渣给它打了。然后把那些素菜先拿进去给它煮熟。那个宽粉哈，我喜欢吃趴点，先给它煮起。好了哈，那些素菜把它捞出来，搁到盆盆底下垫底。然后把那些荤菜倒进来煮，等那个血和到那个火腿肠煮的差不多了之后，再下那个毛肚和黄耳哈，那两个煮不到好久，先下黄耳，再下毛肚，毛肚下锅大概10秒钟就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出锅了，烧点热油，然后加上干花椒、干海椒。倒在我们的毛血旺上，来嘛，小老师，我打一碗。这种毛血旺不吃两碗饭是对他的不尊重，加上你现在量，我也没了。加上你现在量本来就大，我是懒得你在那儿去舀饭，晓得不？你那是碗吗？你那是盆。我那就是碗。哇，你看那个毛肚。哇，好脆啊，毛肚，今天好脆啊。麻辣味十足。
底下的素菜非常有原味。哇，加到宽粉了，这是我的最爱。哇，宽粉吃起糯叽叽的，嗯，主要是，那是什么石角？芝麻石角。花椒和小黑都不怕辣，他们家那个火腿肠在那儿，就在那儿吃。嗯，他们不怕辣，果然是我们重庆的猫儿。其实这个干海椒壳壳，它都煎得脆脆的。吃起非常的香，小狗都过来了，吃个雪，小狗。姜老师，要饭？我不要了。今天那个菜，你不要两碗，你就是对不起我这个菜。我要控制食欲。来吧，怕长胖。过年回去莫相亲。你是不是没吃那个宽粉了？我今天专门多泡了点，我感觉我吃了好多。我吃了一块。哎呀，还有一个宽粉儿，好安逸啊。走，要饭，杨老师。我不要了。
我把那头的素菜都吃的，我也不要烦恼，我也要控制食欲，我过年要走人家。今天视频到这儿了，祝你有个好胃口，拜拜。